小。人生稍微有点小了。就之后还有一段副歌，就最后一段是吧？这个 solo 过了之后，是这个 solo 之后就两大遍之后，然后就是还是那个。清风落叶。那到尾一段就没了。OK OK。哎，你是13是吧？我是13，我是13的工程。谢谢。嗓子都没音色了。但是说话好像更自信了。我现在嗓子就是要唱低音。还是没有。真是一个人唱一件没有大不了的事，习惯了是日本麻子机会太小的名字。今天老师出麦开一下。真是如雨点开机是为了大好精神的赏赐。你们没事你们这个其实告五人这个时间只要如果充足一点，我觉得我们可以玩的，用假声唱女声。宇宙的人都曾飞，对，比较有意思。你听好全部都是真爱，老师，这个告五人的那个 brass 有没有？那管乐有了吗？看键盘有没有，有没有那个音色？肯定有，他要的那个地方应该有的。
小的窗户。来啦、啊！对对对。无名辗转那是怎么唱？无名辗转。第二段主歌是咋进的？无名。对，行。你说第二段主歌吗？第一段主歌还是第二段？就副歌来呗，是不是？第二段副歌呗。我们都只是全都瓦解，只是我们现在都遗忘。啊，对对对，这个地方我错了。只是我们现在都。第二遍副歌，对。那行，那我们来一遍呀，副歌。第二段主歌是吗？第二遍副歌。副歌。你现在明白就没了。对，啊，就没了是吧？啊 ，OK，OK，、okay, okay, 好。你说 OK，OK，、okay, 那我们下一首呗。好，下一首。不是一个明白。请瞧。那一首很扯，不知道该咋编。我们张哥的原创啊。Thank you.
挺难唱的，高。都在那个高音区飘着，反正你努力唱呗，那怎么办？休息好，睡好，嗓子才能好。是的，对。这台本。来。看着啊，就这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设定，就是你去了另外一个星球。啊。你穿越了。就是他们这个星球很好，但是没有音乐，所以你被召唤过去，大概是这样一个设定。要完成他们的心愿才能回来。你的表情好尴尬呀！因为我想要是这样的，我想要现场是这种感觉。你翻到第二页，就是有点梦幻，就是那种梦核的那种感觉。但是啊，我们没有办法，做不了这种。对，就是这种做直播难度有点大，但是会尽量接近这种梦幻一点的感觉。然后到时候现场会在你的脚边放很多的鲜花，就铺满。所以你需要一开始就非常带入这个情境。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因为我们第一首歌唱《奇迹在线》嘛，你就一开始还是那种你录那个心跳时刻那种感觉，就带画面。心跳时刻的感觉。对，你就一开始你把摄像机架在那儿，你就跟那个你说哈喽，我来唱心跳时刻，这一回我唱什么呢？真的吗？就原话就是这样。你可以接近这种，就你可以不提心跳时刻，就是我刚才唱歌了，然后我唱什么呢？然后你就可以前面哼一下，前面《奇迹在线》前面不是有几个鼓点的什么？就唱个两句，什么就想阳光。然后你可以这些动作，然后突然宿舍停电了，然后你就可以发出点声音啊，怎么了怎么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接到现场，就现场就把你召唤到那个现场了。然后你可以就是在那个期间会有个反应，你肯定第一时间就是。肯定从头啊，从头吧，对呀、啊，因为这样你出去的是完整的。对，好，主要是前面其实也是，前面因为很简单，你可能就唱个两句，对，所以说没问题，从头没问题。嗯，然后到时候你这首歌就作为一个整个开场，你就直接不说什么话，就一个就开场了。然后到时候现场会给你放一个那种邮箱，就是那种栗子的小邮箱，到时候你过去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全部拿出来，然后。就是会有信，那个信就是整个的设定的世界观。再翻一页，这个，这个，到时候那封信里是这个内容，就是你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就你需要把它读出来，然后你可以吐槽我，啊，挺好的，挺有意境，然后挺有想象力。第一个卡片就是，其实就是一个你的自我介绍。但是在那个设定里的自我介绍，你就正常自我介绍就好了。我说完自我介绍完，你可以自我介绍再丰富一点，就比如说一张卡片上一般会有什么内容，我叫什么名字，然后其实也没啥，你的信息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你只要介绍一下那边就好。然后接下来就是才艺了嘛，才艺这个我就是我刚这个就是给你是一个串的线，但是如果你觉得不合适也可以就简单的说是你自己最近就是很喜欢的歌或者很爱听的歌就好，不是一定要完全按照这个，然后顺序你也可以调整，除了最后一首，其他你都可以调整，好吧？就这也不重要，反正就是主要是唱歌嘛，是为了把它串起来。然后粉丝心愿就是你昨天录音的那个，这个就真的完全取决于粉丝想让你做什么。没问题。如果让你撒娇也没有问题，是吗？好了，就看文章哥啊。这有点突然啊。就看你了。到时候我看吧，应该不会有这个。除非你们特意去选这种，我们不会，他们一定会特意选这种。我跟你说，我们不会哈，我们完全真实。接下来这个是你的兄弟们的来信，但是就是其实这个你经历过，之前丁哥和小宋你都写了的，就是这个就取决于你对他们的了解了，你还是得分辨出来是谁，是谁写的，真的吗？你要立一个 flag 吗？太了解了，你能全部认出来这个人？肯定能认证就到时候现场里面。好，还有一个就是最后出蛋糕的那个环节的时候，你去年写了一个隐藏心愿。去年写了吗？写了的。我都忘了。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可能只有你自己，去年的你自己知道。但我自己都忘了。
强哥，强哥，过来吧，过来吧。你得看看好康的，你得看看东西。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John. Happy birthday to you. 起高了。Yeah. 快许个愿吧，张哥。行，你坐下去啊。OK 行 ，OK， 来。行，生日快乐，张哥！张哥，生日快乐！说说你的第一个愿望吧，要。行，说。第一个愿望其实就许的我们七个，非常的巧，但是我觉得说出来也会灵的啊。就是我们七个会越来越好，嗯，真的是这个，嗯，我觉得非常重要，这个愿望太重要了，太重要了，这个，所以说希望今年大家继续加油，继续努力一点，必须的啊，说祝福吧，然后从我开始，好，先来吧，然后祝张哥天天开心，然后身体健康，嗯。然后希望你的腹肌胸肌越来越好看，对，然后吃的也吃得非常健康，好，然后身体倍儿棒，这就是我对你的祝福。好，你想到什么说什么，非常好，我觉得谢谢耀文，应该的应该的。来吧，丁哥，我呢就是祝张哥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收获然后以后能上更多更大的舞台，然后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对，过好每一天，然后同时也希望干嘛？提前写好了？没，怎么会呢？啊，同时也希望张哥就是身体能够健健康康的啊，这很重要。然后好好完成老师布置的每一次作业，都能得到全优，然后考期末考试满分都是优。好啊。行，谢谢丁哥。你看我这上面有两个印儿。行，准备先拍照吧。拍照吗？你拍过了吗？啊，对，拍个蛋糕的照片是不是？喂？哎？哎？又是张哥？怎么又是我呀？就他听。哎？视频呢？嗯？谁视频？你呀、啊？你的脸呢？干什么？干什么？快！快！你现在什么时刻？快给张哥说祝福！快呀、啊、快！等着你的祝福！快祝福！快说，猝不及防！我每天做每次都是突然临时。害羞了吗？害羞了。张哥在等待你的祝福呢，哥儿，感觉有点焦急。哦，我以为张哥是看到这个河流在泥沙亮，害羞了。看到你害羞了。我祝张哥什么呢？我就祝你在学校里成绩优，好吧？对，是继续。我祝你这个一帆风顺。能看出来做题做太久了。怎么不能？对不起啊，我最近确实没有什么脑子。
没事没事，理解理解，我能感受到你的心意，我现在的心很健康。哥哥，我祝你生日快乐。好，我们两个一方的存在永远是以另外一方的存在为前提。你是不是学魔怔了呀？好，行，没问题。行，谢谢小哥，行，我很感动。对，不谢啊，不谢不谢。没事，你快赶紧去学习吧。你去学习吧。就我理你们了。他们估计这个时间段太忙了。对。你也很忙，虽然。但是可能是他们有些收手机啊。对，收手机了。快了快了啊，好，那个身体健康啊，身体健康啊，那个话剧很好，虽然我现在没有机会看，那个我回来了你单独给我演一遍。好，我给单独给你演一遍啊，还挺喜庆的，看你啊，挺喜庆的。好，单独给你演一遍啊，现在挺喜庆的啊，你给我化个妆就行了，就按这个模样。拜拜拜拜，好，拜拜拜拜。我看着这样，我带马哥啊，祝福你六六大顺，然后马到成功啊，然后旗开得胜啊，然后祝你天天开心啊，好运常在，许的所有愿望都能实现。嗯，啊、好，然后再替雅轩祝福你。啊，祝他，祝你，唱歌越来越好听，对，好好，写歌写得越来越好，对，好，替浩翔祝福你，rap 越来越厉害，咋的，旋律越来越棒，对，行，啊，然后那种，真假音切换啊，就是、自如，对，行，直接强混，然后身体健康，秒会强混，啊，然后。嗯，一切顺利顺利啊！好，力气越来越大，对，力气越来越大，啊、力气越来越大，好，没问题，切蛋糕吧，切吧，然后把这个拍了吗？好像没有，我来帮你拍，这次我来帮你拍。哎妈呀，就放这呗，没事，不用了。我把它放下面。对，我们两机位是双视角啊。看到我这边拍起来好丑啊，因为这边背景啊好乱。明白明白。完了，换一个。我忘了，这边也有一点光度。哦，这样好看，这样好看。这个算是花呀，是吧？在这边就是。哎，你觉得你能不能凑他近一点啊？你坐这么远干嘛？下一个比个耶，下一个八，你看个镜头。哎，都十九了，我把蜡烛放下。耶，我的妈呀！开心一点，可以。刚刚敢切蛋糕吗？行、啊，好看至极，从来没见过这么帅的人。哎呀，这么刮呀！我怎么跟个福娃似的？我又不发微博，我只想留着纪念。叮叮叮！你说我们要不换个方向吧？换方向干嘛？再来一遍吧。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嗯，我有个视频，你随便。有好看的，我记得。行，张哥。你说我应该卸个妆再来的啊？你这非常，你在干嘛呀？一会儿，你这明年生日放吗？不要吧，我去先看一下。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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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的妈呀！哎呀，你这抓的真好，惊呆了老铁，抓不住了老铁。行，哎，这望远镜好有意思。张哥，有点麻，快切吧，张哥。自拍吗？子，我抓他的，抓我的瞬间是吗？切了啊！切！张哥开始自拍起来了。我想把那张发给我。真行啊，那拍的那个，嗯，可以的，嗯，这个角度可以啊，张哥，这个角度可以，这个也行啊，那为什么刚才那个角度非常的奇怪？这不比刚刚那个正常？来吧，吃蛋糕了，这个蛋糕好好切哦，跟刚刚那个，哦。哎，这是啥呀？切到一层皮了吗？不是，不会吧？你就吃上面这一层吧，明天还得看你肿，你知道吗？行，我先把它切了，一刀嘛。对，看你肿，看你肿。你要把最好的一面给我。这样是。嗯。这个麦克风真的有东西。是吧？切切切。你这让我怎么一刀啊？嗯，切切切。小柴火，我的妈呀！我真的耶，是吗？这个真行，小柴火。说实话，这个确实挺就是啊，这个可以吧？哎，这个可以，张哥。真挺。哎。哎，好看的呀，是好看。两个点击吧，主要是吸个气，把下颚线弄出来。我这个拍摄好感，我天哪！下颚线，下颚线，真的，快点！你这喷口水，大哥太可以了吧！你这个身体，你这点这么能拍，这边就还行。我就你看，这可以啊，十八块啊。那边是给给爆发的啊。对，这份肯定得给爆米花了，这么大一桶，爆米花太多了。可以，可以，必须得给。吃这么多好一点，长身体了啊！多吃点，我们就少吃点。多给他们跳跳奶油吧。是冰淇淋蛋糕吗？就是，我还是想念那个。这火也太大了吧！这假火真火呀！肯定是假火呀！真火呀！哎，真火！不是假火！哎呦，真火！真火！好好。我们是真火。哦哦哦！到了。原来是这样啊，江哥！真火！哎呦，挺好吃的，还。又草莓那个，这个草莓看起来好新鲜。切住啊！又给他们了，好事成双啊！行，再来一口这个火。来，那我得吃口这个火，尽管肿不肿都无所谓。别火，嗯。行吧，来，给你碰一个，给你两个，好事成双啊！好，来，嗯，拿着勺子得拿着，啊，来，好，张哥生日快乐！好，吃，明白。
忘记到底是谁英勇拯救谁在大雨中。在这不同的一天，我穿着不同的鞋，就是都作怪你最后见，我总是找你我和你爱一过，就全身体的抱歉。这次我的肚子中难免会碰到令人作为的时候，你是说谁太努力谁太着急，谁太找讯息谁鼓励谁的问题，可能变得不好掌握，或者其实是你另有如梦，那种揭穿面具揭穿道义，让你继续相信只剩一次空气。仇人多作怪，我只能一刀心里酸，大家和你我都还迁就于情感，而不敢去想未来。你心里明白，慢的吗？那就试一下音桥吧。辛苦了老师们，四三二一，行，那咱去开始吧。
愤怒的记忆都是了，前方的未来的征程更重要，即使乌云笼罩，黑暗的风声呼啸。千万的对，张哥雷碎我的心啊！我寻求花间来客。杀虫剂啊！你不说他都没闻到。走了走了，张哥，我天哪，齐刘海啊，这是。今天呢是我们小张张的生日直播。对。现在呢，我们因为我们的其他小伙伴们因为某些原因不能到现场，所以他把信写好了，但现在打印好了，交给我们来读。对，交给我们来读。所以我们要模仿他们的语气的，然后把他们写的信读出来。对，读给张哥听，让张哥猜一猜谁写的。我觉得张哥挺难，哎，挺难的，猜起来的话。还挺，我可以写字吗？只要张哥不认识的落款就行。那就是写个张。好，就马哥的是吧？我这个是浩翔的是吧？我也写个张吗？写个圆儿，你知道就行了啊。我写个张一、张二、张三吧。OK， 马哥什么意思啊？哎呀，张哥已经十九岁了。张哥十九岁了。已经十九岁了，张哥。想我了也可以告诉我，叫个生日快乐，因为是我的哥哥。是这样吗？差不多吧。挺好的。对，撕下来是这样。但是感觉想要写的信有一点点的意外。我也是哥的哥哥。今个星期看了你，好久不累，好久不累，好久不累。他会怎么说呢？我反正看到他那个小视频里面，就是，今天呢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但他读信他不是这样的。上次是怎样？你直接用河南腔，郑州说，河南。好久不见了，郑源。好久不见了，郑源。好像在越来越少见到你的时间里，你成长的越来越快了。但是每次见到你呢，又觉得什么都没有变，还是俺单纯可爱的弟弟。上次见面的时候还是冬天呢，感觉有点像同学会，还是冬天呢。马哥确实你呢？嗯，对，不太好摸。对，就是那种老干部嘛。好久不见了，郑源，好像在越来越少见到你的时间里。你也成长得越来越快了，但是每次见到你呢，又觉得什么都没有变，就有点像赫尔。嗯，这是小面。你先来吧，我想想。现在是张二啊，张二是我，张一是苏海轩。嗯 ，OK， 然后这是赫尔的，我想想赫尔的语气会是怎么样的呢？嗨，哦，福音，这不是我，时隔了好多天，好多小时，好多分钟，好多秒没见的。不往下，往上。这不是我时隔了好多天，好多小时，好多分钟，好多秒没见了的张哥吗？我在遥远的某地，祝你十九岁生日快乐。想起上一次给你打视频的时候，我觉得也像张哥说。这不是我时隔了好多天没有见到的张哥吗？我在遥远的某地，祝你十九岁生日快乐。想起上次给你打视频的时候，哇，你又帅了，你还不好意思。那这次这么久不见，啊，这好像你呀，啊，很像我吗 ？OK， 这不是我张哥吗？这不是我张哥吗？哎，肯定是抖在说的。大家听我很好的视频，我到时候要拿给张哥看的啊。不过这一年里充实的生充实啊，他不会这么，他不会这么念。充实的生活和学习的你，好像确实有了一些变化。怎么说呢？更轻松，更自信，更游刃有余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自信的男人最帅气。那我就祝我们张哥越来越帅了。还挺像的吧？好，我来读帅圈了啊。还肯定也是。嗨嗨，好久不见，我的张哥。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有一天晚上就梦见我们一起在楼梯间里唱歌了，还是你那把吉他。对，咱俩虚一点的怎么？
哎呀，好久不见了，我的张哥。哎呀，还是你，还喜欢这样。好久不见了，我的张哥。好久不见了，我的张哥。是吧？还是你的把吉他，我也有一把吉他。我想我们是真的很久，我想我们是真的很久没有一起唱歌，也真的很久没有见面了。下一次要一起，像说不来话了一样。感觉确实有点。下次要一起唱一首属于春天的歌，是这样吗？送给，其实也比较低吧。送给出生在春天的张哥，他没有这么低。庆祝你，他就笑着说的。庆祝你如愿成为了优秀、更快乐、更自信的张震岳。可以。是这样吗？哎，对对。OK， 马哥还没读是吧？马哥怎么读啊？真的好难，马哥真的有点难啊，马哥。好久不见了，张哥。真源，真源。好久不见了，真源。好像在月。他应该会低一点吧？好久没有在这种什么，他应该是。好久不见了，真源。但他没有起跑音啊。好久不见了，真源啊。好像在越来越少见的时间里。不能啊。你也长得越来越快。了，但是每次见到你呢，又觉得什么都没有变，还是我单纯可爱的弟弟。上次见面的时候还是冬天，但在你生日来临的时候，我又知道春天已经到了。希望这个春天可以比过去要长一些，长到下一次见面时还是春色吧。生日快乐，真源，回见。这马哥应该。好久不见了，好虚啊，有点虚。说悄悄话，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志远。好像在越来越少见到你的时间里，你也成长得越来越快了。对，但是每次见到你呢，又觉得什么都没变，还是我单纯可爱的弟弟。好尴尬呀，我的妈呀，好像，可以，真好像。自己不，自己不。翔哥的是最像的，对，太有特点了。已经19岁的翔哥。张哥，谢谢你又把我们认识时间拉长了一些，对，太会，嗯，对啊，这样我们认识时间很快会超过我们年纪的一半，对呀，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比例，对呀。然后我想说的是，还是有点想你，我想啊，想啊，这快当着你的面，我肯定不好意思说，演出来了 ，OK。但是换成文字就还好，你可以试试。想我了也可以告诉我，张哥生日快乐，你永远是我的哥哥。哇哇，深入啊！是不是？很像。OK， 那我的吧。OK， 我的很简单了。我很会啊，我只能说我很会，他就在我旁边现在，所以我跟就很像。呀，小张19岁了呀，时间好快，从18年18到19这一年。在我印象中仿佛就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这一瞬间你给了自己一份很棒的答卷，我们都在你的身边，看你加足马力胸有成竹了完成了这份答卷。像吗？还行吧，有一点点，有一点挺好的。我知道你一直都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所以真远不妨按照你自己的节奏，对，绝对是这样的，去追你想追的梦想，更勇敢，更激烈，更热烈，更热烈，更自由。相信你在往越来越好的未来前进着，新鲜的风景在前方等你。要记住，身边永远有人在为你鼓掌。还可以，我说实话，确实有点像吧。还可以，我说真的，可以。你这个还挺难的。快让我看看是谁这么帅呢？原来是我们的19岁张哥啊。有点过于耀眼了 ，bro。以前还在重庆的时候，经常一起训练，一起去吃烧烤，一起喝冰凉凉的汽水。冰凉凉的汽水什么鬼呀、啊？冰凉就叠词嘛，跟我们可爱的张哥写封信要叠词、啊。不对呀、啊，一起去吃烧烤，一起喝冰凉的汽水，为什么冰凉凉的汽水就是可爱一点嘛？冰凉凉的啊，那感觉不要太爽啊。长得好像有一个会让人变忙的功能。上一次在重庆一起吃烧烤，还是上次。对，废话文学最近在。我明白。对，在干。什么时候可以在一起去吃重庆的烧烤呢？下次我请。下次我请。等一下子，确实挺像的，差不多是这个味道了。
其实大家生活在一起这么久了，其实每个人都差不多有点相似的地方。对，对，读戏的时候差不多都一样。好，我们一会儿呢就要上去把这六封信给张哥，让他来猜一 猜一下、这些是谁的。OK。给他叠个方，金元方，魔方。此处是六，有点无聊，是什么？抓快点，我帮你剪，这样你剪加快点，就大姐姐，然后一下剪吧。好快呀！到慢的时候，就是我们已经折好了。人家今天。然后让你们端上去了。对，直接拆了。我真的很怕这个。太棒了。
那就行，那就行，那就行。我真的是看成了好久不见了。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OK 是吧 ？Go， 走。真快了啊！真快不快，走错了，真快。辛苦了，老师们。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下次有机会再见面。我没作怪啊，我没作怪。把衣服，把衣服。香姐，你真的，你把这个花絮喷出来了。无语了，咱就把这个花絮喷出来了。哎，张哥，为什么你后面去了？那怎么在我后面去了呀？我一直在你后面啊。真的吗？你刚刚说错了。什么角度？再我这样不稳，还看得到你吗？我一天你花多少钱？来个手，来个手，夹子也弄好了。哎，这样可以。再几点？八个了，再几点？再几点？哎，三呀，五点十呀。就这样吧。对吗？